一个洞一个洞的，它其实是有聚财的效果。那你看这个手镯，它真的非常难得一见，你看它的颜色啊，什么的都很饱满，还有它的切口也是，这东西很精细的。还有，这几只小手镯你都很可爱哦，每一只表情都不一样，它的用料是很扎实的。这边东西都可以拿起来看，没有关系，要是喜欢跟我说，价钱我可以再谈。里面就8300，你说8800。 对不起，我看错标价了，3300太多了吧？不好意思，你先看一下，马上回来。我这不买了。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上面标价确实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小姐看错了，请您原谅。啊，不然这样好了，我送你个纪念品，来看看，看，这做工很精致的。 你可以拿回去送你的朋友。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好吧，收起来吧。谢谢，我来帮你收。谢谢，真的很谢谢你啊！谢谢惠顾，欢迎再次光临。 阿朱，多谢你拄则替我解围。三角杯哦，不然你就小心诶，以后较注意。嗯，会。你会，我就不爱死咧。啊，是安怎？那看起来无啥欢喜哦。伊诶个性哦，就是安尼啊，卖猜就好啊。是啊，真多谢。阿朱，再搁麻烦你哦。 好好好，阿有闲才来厝诶，坐啦。好好好，再见再见。丽华讲阿祖做了袂歹，这个月也进哦，也阁是第一名。娘。嗯。安尼我都唔知影吼，是丽华老娶，还是你这个做大家进前老牵加。哈哈哈。诶，是阿祖哦，伊家己有天分啦。应该是讲吼，人丽华特别甲咱照顾啦。哈哈哈。阿祖食电话嘛，阁讲哦。 阿祖已经领证，你是想办已经足无闲啊，啊下班，搁去学英语呢。安尼你就甲阿祖讲哦，叫伊身体爱顾好啦，啊，唔通伤操劳，啊那欠在休困啊。好啦，我知影。家长，家长。哎、欸。等下哦。志勇，啊你是莫啥？哎。哦，志勇哦，是把社会大家行过来。 啊，遮大钱哦！哦，啊，拍开看卖。好。我来这个一斤花。大嫂讲哦，伊咧台北过了真好，叫咱大家莫烦恼啦。啊，伊讲内面有寄两条丝巾，一条要有卡送，啊，一条要有美容。
啊，搁有啊，这背心哦，一件要有倒上，一件要我的。啊，这洋娃娃，一个要有水军，啊，一个要有静婷的啦。啊，搁有，红啊要有弟弟。啊，遮功夫哦，啊每一件拢有哦。地花嘛讲，啊，出去真认真，啊嘛真俭，啊下班同事若要招伊出去食饭，伊拢无爱去。你都甲讲哦，叫伊以后毋通阁买啊。 伫我伫趁钱哦，嘛无简单哩。我会敲电话甲伊讲啦，也阁有啦。啊，恁老爸吼，有做一寡阿祖爱食的酒菜啊，啊，等宝珠若休困转来吼，互宝珠早起互伊。我知影。来，饮水啦。啊，拄则因团人客吼，实在有够的，讲到有够忝的，即马会当休困一下啊。 啊，毋过因出去遐尔济风，就算忝嘛是有价值啊。若是逐工哦，拢有即款人客，咱的业绩哦，一定会向下叫啊。可以。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我会晓讲台语啦。看有介意啥，我会当替你介绍哦。好。 这款吼是台湾的特色啦，叫做台湾蓝宝，这真罕的看哦。安尼哦，也毋过我看起来普普啊，那是台湾的特产，这北京店嘛看会到啊。你讲的迄哦是印尼甲美国进口的银仔，甲这台湾的蓝宝虽无共款。哦，啊有啥无共款？啊看色嘛知影无共，这蓝宝虽是蓝绿色，啊伊的透明度嘛较悬。 安尼哦，啊，介绍一下。介绍爱看伊的钢甲石水，十万至三十万无一定啦。哦，啊，够拍折较俗的。阮这是外销日本的啦，店家买着已经算你赚着啊。哎，也毋过北京店铺拢有拍折呢。你若有要买，则搁讲啦。啊，若嫌贵吼，无即卡地色的啦。 算你五千块，已经有够俗啊啦！こんにちは。どうぞ。こんにちは。先生，你有看到伊生意无？我替你介绍啊。也不过我不一定会买哦。袂要紧，真侪人客拢安尼讲，啊，毋过到最后拢买啊。干嘛呢？嗯，因为阮物件品质好，介绍实在。无你看卖啊。苏珊。 你当时转来的啦，足久无看的呢。是啊，咱来得坐啦。哦哦，哦，原来你讲经理有实在哦。老朋友啊啦。哦哦，歹势啦，无你豆豆讲，我无教养哈。好，歹势，借问下边阿晴好哩。我姓陈，叫阿朱。哦，阿朱你好。你豆豆讲。好，来来坐。好好。时间过到真紧呢。 顶下看到你哦，是一年前的代志啊啦。是啊，所以我是回来吼，知影你开新店，都一定爱行行看看嘛。是哦，啊你感觉阮遮安怎？我即马总算了解吼，是安尼生意好的原因啊啦。环境好，员工好，啊佫上重要，是我提供的物件嘛非常好啦。哦，讲来讲去哦，原来是咧无家己哦。迄是一定的啊，舒适出品，有口皆碑啊。 是啦是啦，哎对啦，最近这批台湾蓝宝手镯卖甲真好呢，请恁的爷母搁替我送三打来好不好？好啊，无问题。多谢啦。是讲哦，啊，即个去日本那遮久哈，是准备要结婚啊？你放心，我若真正要结婚哦，一定来讨红包。嗯。啊对啦，迄个山上啊，迄个店员叫啥物名？哦，阿霞啦，先怎啊？以前伫咧好好实习的时阵，有啥物毋捌的所在，还佫有学姐伫的，起码咱要比较吧，爱变成学姐，做好榜样，互学妹看。哦，啊，你有够大诶！是啊，想着这哦，我着就惊的呢。 这有啥物好惊的？
这问题就好解决的啦。咱三个人哦，唔是拢伫咧共一间病院，咱会当互相支援啊。啊，有一句话唔是讲，三个臭皮匠哦，胜过一个诸葛亮啊。哟，团结力量大。对啊，啊毕业了后，我想要去考走山鞋技巧。那是有可能哦，我阁想要出国去深造。是哦，哦，恁两个人拢足上进的呢。咱即马台湾的艺校拢是对日本在行的，咱有真侪老师吼嘛是为日本转来。我想要去日本看卖，一定哦有搁较侪物件会当学的。做医生爱去日本进修是足侪啊，啊，毋过做护士的有这种志向也无侪呢。无侪哦，并不是代表拢无。一个好的护士哦，真正足重要诶。医生有好的助手，病人才得到上好的照顾。咱三个人哦，绝对袂当看轻咱家己哦。我希望哦，我未来会当做一个足优秀、照顾好病人的好护士。我嘛是，我希望病人有咱的照顾，会当健康出院，啊，更华丽嘞。哇，我还袂想着我要做啥呢。你会当去结婚啦！你生做这尔甜哦，一定真紧就去人叫去啊啦！秀美啊，你今晚是咧搞亏是无？你啥物话？结婚啊？结婚连男朋友都拢无，就无聊咧。就讲生出来嘛。哎呦，无要紧啊，以后有足济机会，我会再跟你处理。我足惊咧。哦，以后我逐工哦，拢爱看到你呢。哦，我想着即摆就都头疼、头疼、头疼、头疼。麦哥闹啊！咱三个哦，会当做伙做工课啊，真正足难得的呢。爱丁秀，爱丁秀。咱是做服务业的，咱爱以客为尊。只要是行入来的人，不管是有买还是无买。对咱来讲，拢是人客，咱袂用大细吧。阿珠啊，今仔日哦，你做甲真好哦。阿哈，你对待人客态度爱好好检讨，莫阁予我看到第二届。袂啊啦，上好是袂啦。好佳哉哦，素珊甲咱配合足侪年啊，算讲是老朋友啦。若无，就真正足见笑。经理，为什么进前拢无看过素珊？素珊哦，一直住伫咧日本啦，啊，最近才转来啦。咱店的哦，卖甲上好的药手款，就是伊的花啊。哦，啊，毋着好佳哉，阿祖无互经理漏开啊。好啊啦，这件代志哦，就到这为止啊，去做事。希望人客感觉无受到尊重，我真正想袂到经理会念，歹势，歹势啦，歹势，歹势，敢会当改变经理对我的印象？啊，是你嘛要让经理嘛一顿顿来看嘛？阿霞，你莫伤过分哦。阿祖是好意甲你斗三工，你无检讨家己，玷污我别人哦。对啦，啊，恁两个就共一个啊，你当然嘛替伊讲话。你莫牵拖啊！咱大家拢看到，你根本就无咧插手啥。好佳哉是抽象的，但是伊出去讲咱的态度无好，啊，生意唔着拢免做啊。我哪知伊是抽象啊？咋知哦？我着歪甲伊推销啊，浪费我的时间呢。这种话你嘛讲会出嘴哦？哎，好好好，这代志过就让伊过啊啦。啊，还一时嘛无注意到，大家拢是为着店生意好啊，敢毋是？唔免你加好洗替我解洗啦。对啦，我着袂晓做生意，啊！你上厉害，上贤做生意啦。哎，阿霞，唉，哦，这种人啊，阿霞个性就是安尼，我知影就好啊，我袂放伫心肝内啦。伊就是看你的业绩好，才会啥物代志吼拢针对你啊。以后莫甲伊斗相共啊。
这叫做好心好雷针，上好让伊食一摆亏，以后伊才知影爱感恩。好啊，咱就莫搁生气啊，大家拢爱见面的，若是啥物代志拢放伫心肝内，那恁大家是要怎做工课？好啦好啦，家己个。阿炎休困，是咧想啥？是安怎啦？今日店有几个人客？无几个啦。敢有超过十个？规工无超过十个人客，啊，较早生理好的时阵，一工是几十个人客，啊，即摆哪会差遮尼济啦？较早开米店的人少，啊，即摆竞争的人济，啊，生理无好哦，迄是正常的啊。啊，想袂到连卖鸡汤的生理嘛拢遮尼歹做着，哪里继续落去，咱家的生活是要靠啥物咧？你唔着讲话，俺咪赶紧想办法。唉，啊，都时到时担当，无米才煮番薯汤。啊，即摆想想较侪。你即摆袂想，敢讲要真正等到过袂去时阵才来想想？啊，你叫是我拢无伫咧想哟。我一世人吼，干能做两项代志，一项就是卖米啦，一项就是做这卖鸡汤啦。啊，即摆卖鸡汤哦，做袂落去啦。啊，米店吼，啊，强要开袂落去啦。啊，我都真正唔知要做啥物，做啥物较好啊。好在这店面是咱家己的啦。啊，若无吼，店一开，迄租金嘛是一笔的开销。多少人还搁伫个吼，伊的收未够啦。伊一个无伫个吼，啊，环境变啊遮尼歹。咱年岁拢有啊，啊，食好食歹拢会当过。顶多是迄几个孙仔，咱着爱替伊小想一下，想看其他个生理会当做无。你是讲开几啊十年的老店啊？那这样你无老实啦！无啦，头家，啊，阮米店哦，做生意上老实的啊。啊，这米是有啥物问题啊？你看卖，你卖我的米哦，拢生旧虫啊啦！那有可能啊？我看卖。有看到无？我无给你冤枉哦，真正是旧虫啊！哪会安尼啦？啊，阮卖米卖遐尼久，就毋爱发生这种代志。我来你看，啊，阮家的米哦，拢足水的。敢会是这包米，你是倒位买的？啊，近的所在。安怎？你即摆当作我来甲你欠？无啦，我毋是这个意思啦。莫讲我坐废话啦，你是怕什么安怎？无，我即摆随换一包新的给你。你，我卖你的米，你敢赔钱啦？先生啊，好，我伫这买米哦，买二三十年啊啦，我从来嘛毋捌看讲迄米会生米虫啦。啊，咱借问下吼，啊，你一届是买几百斤哈？我才买十斤啊，了生虫啊啦！哦，十斤咯，安尼我搁借问下吼，啊，你十斤的米是食三个月还是食半年哈？吼，啊，就是你家己藏伤久啦吼，啊，等到你收到要拍开的时阵，才知影内面生虫对无？就算我藏多时间，不过米生虫的事实啊，谁来当怪我？你看，承认啊啦吼，啊，这米明明就你藏伤久才生虫。啊！你搁好意思来遮讲安怎？赔钱哦！我甲你讲啦，买吼买新的啦，要赔钱哦，一千五你要少收啦。算我衰啦，后摆别搁来啊啦！哼，上好别来啊，马上啦！哼。阿金啊，多谢你啦。
替阮主持讲都替阮咧讲好话。哎呦妈呀，你讲啦，啊，咱厝边这尔济年啊，啊，我唔是唔知恁做生意的信用啊。啊，陈长辉种的人，啊，明明就是要来卡伊个啊。啊，阿杰，我甲说，有你替阮信用解围。对啊，我就感觉奇怪，难道阿美哦，拢是嫌买嫌假的，就毋捌出过这种问题咧？正的啊，你就是太过于老实啦，唔只有迄种的人安尼甲伊食到。 做生意哦，做遮济年啊，啊嘛是头一摆拄着这款人客，应该是哦时代无共款啊。多谢你啦，真多谢你。莫安尼讲，莫安尼讲，啊无安尼啦，先煞啦，甲我请五斤再来米啦吼。好好好，好好好。起来，再说。好，多的是呢，起来，起来。 坐坐坐坐，口中卡片哦，卡哇啦，全部熟骨呢，手卡起的手，そうなんですか？ほら、すごく細かいでしょ？本当です、綺麗、素晴らしい、素晴らしい。雅姐，哎呦，宝珠啊，这久无看呢，啊，今仔日哪会来遮哈？ 我来找大嫂呀，伊即马在咧无闲啦，无你遐坐，稍等一下好不好？好。このカフェは日本語や書斎や土地に重ねての思い出です。そうですね。お客様の雰囲気とぴったり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すみません。本当に綺麗ですね。 想袂到，大嫂学日本话才无偌久，竟然就会当讲到遮尔厉害。大嫂，大嫂，大嫂，谢谢，太谢哦，互你等遐尔久。袂啦，啊，店里生意遮尔好，我阁惊讲我来哦会影响到你诶。 英雄，讲啥物英雄啦？大家拢是一家人，安尼讲想要见我，那呢以后我来常常来，表姐介绍去。常常来，你要去台北？是啊，我去台北病院，以后我就会来台北做工课啊。安尼真正足好个呢，啊，若无一个人，真正伤过孤单。啊，卡上有准备一寡食物，夹要互你。 谢谢哦，宝珠啊，雅姐，你嘛有哦，我嘛有哦，哎呦，卡上这边合理，帮我哦，甲阿哥说多谢啦。雅珠啊，今仔日你上早班对无？是啊。看时间差不多啊，无你物件看看嘞，带宝珠去食饭好啊啦。多谢经理，咱是家己人啊，唔免遮客气啦。哎，做啥？ 阿叔，阿姐，你早都要下班啦？哦，我今日加班啦。好，我来是安尼哦。那呢，我先来等啊。好，再见。再见。来哦，赶紧再回来哦。寿山。哎。哎呦，寿山，寿山，来啦，甲姐哦，提去点钱。来，宝珠。 嗯，表姐，替你传的宿舍，袂歹呢。来坐啦。阮老头家哦，真正足照顾员工的，毋通远大，搁有包中道呢。产业遐尔好的头家哦，真正足歹找。哎，啊，你去台北要住倒位哈？在伫个平野宿舍，啊，伫个中山北路。哦，安尼近近呢。 所以我才讲，我会用常常来找你啊。啊，出来好无？真好啊，甲较早同款。啊，卡山甲杜山交代我，给你买烦恼。嗯，静婷甲水君呢？啊，因两个哦，拢足乖，你放心。啊，水君哦，佫大汉啊呢。真是啊，囡仔伫咧大汉才足紧呢。
是啊。嗯。大嫂，你安怎？无啦，你二嫂搁要生啊。啊，进前伊一个人带三个囡仔，已经足辛苦啊。今嘛搁要加一个，嘛唔知影进前啊随军敢有甲伊添麻烦。袂啦，出来阁有较省滴个，伊会斗相共啊，啊，搁再讲两个囡仔拢大汉啊，蛮晓听话啊。我都看到因大汉，真正足遗憾的。希望咱赶紧甲因家个代爸做伙住。大嫂，你莫艰苦啦，啊，即马暂时分开，是为着永远来团圆，才才会拍拼。敢毋是？啊，不过我真正足想伊个，大嫂。所以，我爱搁较拍拼，安尼才会当赶紧甲伊家个大伯做伙住。辛苦你啊！我袂辛苦，这两个囡仔拢是我的希望，所以不管拄着偌大困难，我拢会坚落去。我了解，卡山甲杜山嘛拢了解。你一定好好照顾你家己哦，莫袂记啊，你嘛是两个囡仔的希望。我知影，我做多谢你。来，你往倒汤。多谢卡山。你大嫂好不？嗯。伊听到我要去台北做工课，足欢喜的。有你甲伊做伴，伊嘛较袂孤单。对啦，卡桑，你敢知影？我去表姐的店，看到大嫂咧招呼人客，吼，伊的日本话哦，讲甲不哩遐厉害，甲我惊一跳。你毋知影之前哦，恁大嫂是有外用功在学日语，所以你即摆讲伊日本话讲了真好。我一点啊都无感觉意外。恁大嫂的个性较倔强，将来拢袂认输的。也是卡上较了解大嫂。卡上，大嫂伊有讲，伊做思量真甜甲随军，啊，希望会当较早甲伊接去台北住。你大兄无去时阵，我有答应伊要好好照顾你大嫂啊。啊，不过这摆出来较较早未必的，啊，怪伊出去外口吃头路。我这摆想想的，就对不起你大兄的。卡桑，你莫安尼想啊，啊，你伫厝内底照顾静婷甲水君。嘛算是一种付出啊，大兄袂怪你的。我嘛敢来当安尼想，安慰家己啦。卡桑，过一阵啊，二嫂就要生啊，你甲二嫂敢有法度带四个囡仔？这吼，你就免烦恼啦，卡桑。我嘛是一个人，甲你四个囡拢带大汉啊！你是毋是看卡上年岁有啊？无法度带，对无？毋是啦，我是烦恼你甲二嫂无用袂过来。就算讲我无用，也是我忝，我绝对会甲随军，还佫有静婷顾甲好势好势。你等去台北的时阵，甲恁大嫂讲，叫伊毋免烦恼。卡嫂，当我开始做工课，以后我每个月会提一顿来，你就免这么烦恼啊。袂用的啦，你一个人在外口做工课，无人照顾，爱加留一寡钱放在身躯边，安尼较透冻。我嘛是咱家的一份子，当然嘛爱倒出来啊。你袂用拒绝我，卡嫂，好无啦？好啦好啦，到时阵
才阁讲啦吼。袂用诶，咱来讲好听。大哥哥，大哥哥盖印章，不要后悔哦。我是讲已经大汉啦，啊，敢那像小囡仔共款。不管我几岁，我永远拢是卡西囡仔。好啦，你哦，是大姑娘了。少长，少长你好。少长。哎，奇怪，啊，今仔日来拢无人客。哦，可能去别个所在啊啦。啊，今仔日哪有闲来遮？拜托的。恁镇顶县的业绩吼是排名第二的呢，我有闲一定爱行行看看的啊！啊对了，来，这给你。你好啊，这是啥？这哦，松竹歌舞团演出的票啦。松竹歌舞团，哎，恁紧过来啦！哎，这有名的票就贵的。这哦，我是点啊心意啦，啊感谢恁平常时吼对我的照顾啦。阮遮侪人呢，伊安尼哦，开袂少钱吼。今日所长说多谢，多谢所长。通安尼，唔通安尼啦，啊你著想见我呢，以后我就唔敢来啊。阮甲你说多谢是应该的啊。好啦，啊无代志我先来走，啊恁无闲吼。所长先啦，来来来，所长先啦。所长，坐下。坐下啦。我进前吼，就听讲这松竹歌舞团啦吼，就名嘛就好看，啊，不过票就贵的。今摆有人送票，实在是就好诶。你啊，啊，阮敢拢会让伊去看。啊，所长就安尼讲啊，当然是安尼啊。无，我看卖吼。啊，奈个三张尔，哪有四个人呢？所长是一个做周到的人啊，奈点一张票啊？那安尼啦，我唔管，我一定要去看。无安尼啦，恁三个人去，我不爱去好啊。经理，怎啊用的啊？所长买遐票是为着要感谢恁的，啊你无去，敢会用的？对啊，你不爱去，安尼阮大家拢莫去啊。恁安尼，我就为难的呢。这歌舞团哦，我较早看过啊啦，昨恁去就好，啊拄好今日暗时轮到我上班啊。啊，安尼刚好。这歌舞团足难得，足好看的呢，无去真足可惜的哦。好啦，真多谢你哦，安尼店面都麻烦你啊。你莫安尼讲，这是我应该做的。今仔日暗时哦，大家做伙来去看表演。对啊，对啊，你们来帮助的。也好啊，今麦搁在上班呢，去无闲，去无闲。好啊，谁啊？我太久不回，这就是想看。多谢你啦，免客气啊。石君、静婷，阿妈甲你讲哦，啊台北车最多，啊你袂当咧四界走，有听到无？我会乖乖。哦，啊石君你咧？乖乖乖，阿嬷哦，先来去找妈妈，吼。啊，行行行。欢迎光临。哎，所长，你来来。歹势啦，进前这张票吼，放伫别个所在，袂注意到啦。你即马赶紧去哦，应该还阁看会到啦。好，来。哦，唔免啦。较早我就有考过啊，啊而且我要固定的。无啦，迄逐年节目拢无共款呢，你去啦，丽华遐吼，我再来甲讲啦。真正唔免啦，啊拄好今日暗时轮到我上班。啊无安尼啦，我替你固定，好无？啊？哎呀，你替我固定？是啊。哦，这是我的工课呢，安怎？你想要抢我头路？是，哈哈，你哦，哦，这丽华请到你哦，真正是也好气啦。无啦，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啊，我本来就应该负责任。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はいよ。どうもどうも。ご自由に。わ、すごいですね。これは何ですか？これはルイです。
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あなたの思いままになる。へえ、すっごいですよね。ほら、すっごい高そうですよね。三号は北海道七つの宝物の移動して希少の部屋の意味がございます。今日のブローチはプレゼント。どうしても自分で作っても実用的です。どうぞご覧ください。はい。これどうやって選んだらいいですか？色が曲がって綺麗ですよ。ほら。本当ですね。はい、すごい綺麗。これボタンで、はい、これがバラ。出ましたよ。そう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宋さん，多谢你，好加在有你，俺若无钱了，真正无得应付呢。你唔通安尼讲啦，哎，拄啊好尔，啊是讲较歹势啦，你可能无倒去看表演啊呢。不要紧啦，做生意较重要。你是无啥物人客，都好今晚会当做业绩。啊，无安尼啦，明仔我请你食饭，算作甲你弥补一下，安尼好不好？弥补？无啥物好弥补的啦。哦。你应该不是超过要约我吃饭吼？哎，你是卖软土情句哦。好啦好啦好啦，你哦真正做我共生情的。妈妈，你怎个？哦，妈妈就想你呢。那无看到丽华？哦，伊无在啦。今仔日暗时哦，轮到我上班。我要下班呢，无你去遐坐起，带我起好不好？啊，好好好。你遐坐起。来，大姐，让他去看。好了，那你我先来走。啊，我送你啊。哦 ，OK。坐上，坐下，你呢？别上房，别上房。哦，坐下，坐下。晴晴，水坤，妈妈，我是妈妈哈。嗯，哦，乖。阿祖，啊，拄只迄个是啥物人？啊，我袂记向你介绍啊。迄是厂商啦，来送物件的。哦。晶晶，水坤，来，等好你。谢谢妈妈。乖，阿叔，嗯，阿你家己两个画图，阿你搭起来啊？是啊，大概看到伊画的图，就感觉伊两个人在我身躯边，安尼我就有迄勇气哦，继续拼落去啊。对啦，卡桑，啊，你哪雄雄来台北哈？明仔载三伯讲我要娶新妇。我是起来啉喜酒的啦，我就是讲哦，啊你足久无看到这两个囡仔，啊所以我就想说，给伊带起来。我真正足久无看到因啊，今麦看到因哦，我真足欢喜的，欢喜到唔敢相信这是真实的。对了，卡桑，因啊，你要困在倒位哈？我要待在三伯公阿遐啦。拢甲伊讲好啊，即阵水军袂当阁耍啊哦，咱差不多好来去三伯公阿遐哦。我不爱去三伯公里头，我要去妈妈家。妈妈，啊你毋是讲要听阿妈的话，啊哪拢无要听，你无乖哦。我要妈妈啦，我无爱甲你去。静婷，你较大汉啊。你也乖乖听话，跟阿妈来去，行。我不爱家里去，我要妈妈，我要妈妈，我不爱家里去。哦，嘘，乖乖，妈妈在家哈，别吵。卡桑，无安尼啦，伊阿妈让伊伫咧遮困啊，啊，非得明仔载哦，我暗时才上班，那呢我透早才甲伊送去给你，好不好？不过，目睭是安尼啦。晴晴，水君，今日暗时你着带妈妈家，安尼乖乖听话哦。啊，若无哦，以后阿妈着不爱吵恁来啊，有听到无？
好。啊，对啦，阿姐哦，是要换的衫哦。啊，时间无早，我嘛差不多好来去啊。啊，卡桑，你等一下，我送你出去啦。哦。你两个乖乖哦，伫咧遮。阿妈妈哦，送阿妈出去，知不？啊！你甲这两个囡仔斗阵，你着爱好好把握呢。卡桑，多谢你昨昏来看我。做爸母的都嘛了解你思念这两个囡仔的心情，啊，这两个囡仔嘛是赶快就思念你的。卡桑，别阁讲啊啦！我希望哦，你第一礼拜当安心上班，啊，厝内代志你就不免烦恼啊。啊，这两个囡仔。我买单照顾好势，多谢卡桑。卡桑，你等我去。卡桑，来。啊，你那地址好啊。平常时，囡仔拢不伫我身躯边，拢是卡桑甲美瑶伫咧照顾，这是我一点仔心意。还因是你的囡仔呢。阿妈是我的孙啊，阿妈照顾孙啊，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你一个人在台北上班哦，爱加留一寡钱去放台上。哎，卖啦！你每一个人哦，拢在替我设想，我拢无替你做什么代志。你慢慢安尼讲，我能当做的嘛是有限，你拢是靠你家己一个人呢。是老弟啦，阿老弟哦，会当做搁较大的用途啦。收起来，收起来。多谢卡桑，啊，无时间无早，我嘛差不多好来走啊。阿妈仔哦，啊，你着带因过来，啊，唔通让因先困嘞。怎样？我先来去哦。我来去哦。卡桑，卡细你哦。好。走出来哈！妈妈，以后咱拢像即马安尼好不？妈妈嘛足希望会当参像即马安尼，啊，不过妈妈希望哦，会当搁赚一寡钱，等要留阿厝，咱只全部做做伙好吧？好。恁两个哦，拢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来，阿公看麦，来，阿公问恁哦，对阿妈出去有乖无？静婷乖，带妹妹入去内底洗手，甲进宫，咱都回来。好。行路也行好吼。啊，恁两个是安怎啦？安尼由头到面，是要安怎做生意？今仔开店到今，无半个人客，叫也叫，若是继续安尼落去，生意毋知要安怎做。既然美店拢无生意，我看啊，甲店收收的啦，咱来改做别行。这美店是多少打拼一世人才有的呢？啊，若收起来，我也不甘啦。不甘嘛是爱收啊，
啊，较早生理好，米店当饲咱一家伙啊。啊，最近这两年哦，啊，生理实在愈来愈歹做，若无赶紧转行，咱大家只好等幺八倒。啊，米店唔做，啊，是会当做啥物？之前我有想过啦，咱会当改开杂货仔店啊。做这咁好，应该会比米店较好做啦。买米的人，久久才来一撮，遐不过参像盐、味素粉、豆油这款的杂货啊，因若有欠，就会随来买。啊，虽然赚无偌济钱，至少日子还阁会当过。好啦，啊，不如照你所讲的。该落去开杂货店好啊啦。踏出这一步，是辛苦还是幸福？背着最甜蜜的包袱，从来不觉得苦。像在隧道里彷徨无助，眼前渐渐模糊，我知道继续往前会有出路，绝不能认输。终于看见隧道口的光线，阳光一直守在那边，前的黑暗，坚持到底就能看见。终于发现生命里的春天，原来温暖就在身边。苦尽甘来时，风会路转，闭着双眼。